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柏亮嘅节目。近来疫情严重，个个都要留喺屋企。为咗大家可以喺屋企度学习每音乐，唔使对住四幅墙，柏亮除咗实体课之外，都设有网上嘅授课，咁就唔会俾个疫情阻住你学音乐嘅进度啦。在开始之前，首先多谢大家一直支持柏亮，未订阅的就快啲去订阅啦，揿埋隔篱个钟仔就唔会错过下一集柏亮嘅资讯同埋优惠啦。咁为咗大家咧喺网上售货嗰时咧更加得心应手，咁今次咧就同大家介绍呢套 Monmis 嘅混音器网上售货套装，用咗佢之后咧音色咧会有大大嘅提升，咁同老师嘅互动咧就更加畅顺啦。咁我哋一齐嚟开箱睇下先。咁首先你会见到混音器啦，同埋随机附送三条唔同接口嘅 USB 线，咁样就方便到唔同嘅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啦。咁套装入边亦都为大家准备咗一支咪同埋咪线啦。首先只要用附送嘅 USB 连接到你嘅手机或者平板电脑，咁平板电脑同埋手机就会直接为 Monmis 混音器供电，亦都会亮起绿灯，无需要外加电源。第二步就是将你的耳机插入印有 Monitor 1的接口到，至于隔离的开关就可以随时打开或者关闭耳机隔离的声音了，而中间黑色的掣就可以调校耳机的音量，然后用咪线再将咪连接到 Monmis 上面，再打开隔离 48V 的掣，中间的绿灯就会转成蓝灯了，至于咪的音量就会由下面中间按钮到调校了。如果你是学习吉他或者 Bass，就可以将吉他线连接到吉他或者 bass 之后，再插入去 Monmis 入面就可以了。至于大小声，就由右边的黑色按钮做调校。如果你是学习电子钢琴的话，就可以将接驳线连接到印有 R 同 L 的接口度。如果你的电子钢琴只有一条线输出的话，就可以直接插入 L 括号印有 Mono 这个接口度就可以了。如果是电子鼓的话，同样接驳两边的 Mono 就可以了。大细声方面，由左边的按钮做调校，咁已经简单安装完成啦。之后咧，你只要打开翻售货用的 app， 你就可以进行网上售货啦。另外，当老师同学生沟通的时候，又或者唱歌售货嗰阵时，就可以用翻呢支咪，佢声音清澈，上堂的时候就更加方便。讲多样嘢俾你知 ，Monmis 咧系一个直播同埋自拍的神器嚟嘅，只要配合埋呢个套装，就可以录制自己拍的 MV 影片。它可以即时将人声和音乐混音直接输出电话入边，真的超方便。咁几个简单的安装步骤就可以大大提升到大家网上售货的体验，咁大家就不用再估下啦。咁今日的介绍就去到呢度啦，柏亮好快就会有新的资讯和优惠俾大家，咁大家记得留意翻柏亮的网页、IG、Facebook。咁如果大家有咩唔明白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，可以直接打下边嘅电话去柏亮度查询翻噶。拜拜。